之前过分，之前很有趣的是他会想要问我们想要有什么名号，然后我立刻想到要四个字嘛，我叫做不是女生的女生，可是他们说不行啦，太烂了，所以就只好想说对最帅哇，最帅气，最帅气，完我连数我连最强算数都有问题，最强帅气女生，对，最强帅气之类的，对，所以他们就开玩笑跟我讲说，对啊，你原本要唱昨天，但是因为男团已经满了，被插来今天就是唱压轴。可以啦，这也担任最帅的角色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可能要跟那个日本跟韩国的朋友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就是可能要给他看一下诺皇的照片，他们才会知道从头到尾发生什么事。真的，我想因为高妹你也走一个比较甜美路线，还是你们可以考虑交换一下。我很想看，我们可以男女对唱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唱一些香囊金桃啊什么的那种都 OK， 你可以吗？为什么我可以？但是为什么你的歌有点老？对，因为我第一个直觉跳出来就是男女对唱是这个，哎，就是我个人是选择好。我讲错，你真的把他当男生来看待就对了。OK 了，因为他只是比较霸气，但还是有女人味的。如果说我们今天时间有够，我们会加码。加码是你们的，加码唱双人枕头。那我觉得大家想加码看你们两个衣服，如果互换的话，应该会很精彩的。这也是我想看的。为什么卡颜面有蓝色？不是因为它是薄纱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啦，还蛮运动风哎，运动风。对，运动风，我考虑一下，会后再聊。可雅妍好像很就是没有这样子站上这种音乐舞台，会不会很紧张？其实我非常紧张，因为除了有日韩代表的歌手，就是很厉害的创作歌手，然后很有才华的歌手之外，那还有台湾超强的甜美女神、唱跳女神，然后甜心女神，哎，我有记得，所以哇，哎，压力很大。我们的称号你都去和你，我自己都不知道哎，原来我是甜心啊，纯爱甜心，对。然后，所以尤其是大家听完他们很厉害的歌声之后，然后我唱最后一个，所以就是有比较。所以我就觉得唱最后一个真的很倒霉，对，称霸全场。我想姐今天那个官方的那个经理都穿短裤，两个上来 PK 一下腿部分吗？没有，我的有长靴。我唱到一半会脱掉。没有，我等一下去换长裤。没有，我们可以露的也只可以露下半身。对对，不然我们今天是比较街头风哎，对，就是想说我比不过甜美跟可爱跟帅气，对，我就是做一个中间的中性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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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们就是以跳舞为主，这样比较没有压力。想问一下，吉川有就是第四次来到台湾啊，有没有发生一个？